但倒是可以试试复古的玩法，但主要贪欲九头蛇太垃圾了，我觉得这个装备好像有点臭，贪欲九头蛇出装真的不好出。换两波血就没了。날카로운검은날카로운정신这他妈怎么打得过呀？这个玩的有点好啊，打得我 好烦恼啊！我操，打得我要怕死了，真的，完全换不了血了，又要炸线了。这怎么换血？那你这，好他妈难打呀！对线一波失误就没了，玩个毛啊！这个龟哥，龟哥，哎呦我操，这他妈能咬出来！还行，这波线比较舒服，玩不了啊！这对线好难对呀、啊，贪欲九头蛇太弱了，这装备没什么强度，我感觉。出这个装备出装能多选一点吧，毕竟生命值达到了。不过进行这新鲜速度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了。哇，移速呀，我没移速。这个新鲜速度我都怀疑这不是剑姬了。我操，暗影石头人，他还真能抓到人。但我们这三个战斗力还弱了呀。这枚技能怎么打、啊？不是很行。还有大招。你们为什么一直帮我呀？他把宝押给我了呀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们可以把宝押给我了，那我得给你点。级别大吗？会不会太急了？哎，继续 Q 他。这皮亚马特用起来好不舒服，他有一种延迟的感觉，真有点不爽。什么逼动作？这先锋动作有点瘆人，有点。这先锋动力说实话听得不太舒服。石头人没大招吗？不住了。我感觉我这一套好像还行啊。皮皮虾，我们走。启动。哈哈，哎呦，溜了溜了，哈哈，哎呦，快走快走，你要干嘛？完了。
我操！我他妈有点卡，有点不太适应。这个一秒五刀怎么跟僵尸一样，跟动作手似的呀？我的一秒五刀有点卡呀，不然感觉还死呢。爆发有点高了，这个清洗加这个。再射两下 ，nice。看那个无烟。我刚不是把红 buff 让给他了吗？为什么还有个红 buff？ 红 buff 可以跟双人共享了，或者跟南野共享。我操！我这个 W 有点致命。五人 buff 什么意思？不懂。我操！这玩意有点吓人，这玩意。这就是我的伤害吗？哎，他一下。这新英雄伤害也太高了，这英雄伤害太高了，而且手太长了，摸不到了。我有点没脾气。刺客得把这个一秒四刀玩熟悉才行，这个聚酒爆发挺高的。算了，随便走，这把应该好赢对吧？哎呦，玩 W！ 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队友怎么全死？哇，九百多什么情况？我还有一刀九百多，一刀九百多是为啥？没人来吗？不是，你得救我呀！你帮我去死啊，大哥！这破裂的拆打更快了，是吧？拆得很快，有点猛。我的六百分定位到翡翠，有点低吧？感觉老装备真不好用了，还得出新装备啊！这老装备出起来都难受。
特别值得挺进，我操，都没伤害的。